这怎么回事？十号下去了，十一号上来了。赵哥，你给我好好查一查，看看是哪个缺心眼的玩意儿办的事儿。我办的，我就是那个缺心眼的玩意儿。不是，赵哥，你为啥这么办呢？我跟你说啊，田经理啊，我觉得咱们这次抓阄有瑕疵。你看啊，咱们这次啊，本来是好不容易挤出了十个车位，是要给那些急需车位的人解决的。我知道，那不僧多粥少吗？所以采取抓阄的形式来分配车位。但是有些不自觉的人啊，有些不自觉的，你看，自己有车位了还来参加抓阄。谁呀？十号，钱顺风啊。对呀。那也没招啊，谁让他手气好抓了个十号，咱就得给他个车位。那不行，你看田经理，十一号张先生，人家是急需车位的。我知道他们家的情况，他妈妈身体不好，对，每天都要去医院做康复治疗，在小区还没有车位，只能把车停到外面。这样向物业反了挺多次，但没办法呀，你看他手气不好，又没抽着。我跟你说，咱得给人家解决了，这次要再不解决的话，那得是猴年马月了。所以我就决定了，把十号钱顺风的车位让给十一号张先生。我都已经打电话通知他们了。钱顺风同意了？同意了。我打了电话，他能不同意吗？哎呦，赵哥啊，你胆儿挺大呀！怎么的？那你们家二哥那脾气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啊。到时候来闹，那谁整得了他呀？我呀？你能整了他？我当然整得了他呀！我是他姐夫，他对我还是很敬畏的。你别看他平时跟着你们叽叽喳喳，我们俩独处的时候，我一回家，我说我回来了，他咔嚓一下坐在凳子上，没话。哎，赵哥啊，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！我真得代表咱们物业好好感谢你啊！不用啊，你就放心吧。但是啊，你二哥真要来闹，你可得出马啊！有我呢，你放心。好，我来了。不是，刚刚你该说话了。前辈们，过来！快，先走！怎么回事？啊？抓阄抓车位，我抓的是十号，应该有我的车位吧？对。我听说我下去了，十一号上来了。哎，你得给我个完美的解释。你老看我大姐夫干什么玩意儿？问你呢，你是不是经理啊？是那个钱总。你不是有一个车位了吗？我有车位，我再抓一个不行啊！啊，我大姐夫在这儿呢。我们家多少人呢？我们家多少口人住一个屋啊？一个车位够用吗？你装什么？你装啊？你天天到我们家找小米粒去，你不知道我们家多少人呢？解释。你老招呼我大姐夫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不是，我告诉你啊。我告诉你，田妹妹，这事你必须给我解决。不是那个钱总啊，508户的张先生确实是有困难。他有困难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有困难，我还有困难呢。我手气好，我抓的，有本事他凭他的手气抓去啊！我告诉你，田妹妹啊，必须给我解决，啊，不给我解决，哎，我明天我就把车我停这儿，我让你没法办公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钱顺风干什么的？二姐夫那是做大生意的人，有本事。你老看我大姐夫干什么？你大姐夫没事啊，你别为难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啊。我找的是他。那个、说，二哥啊，是不是你定的？这事儿真不是我定的。哟，这田笨笨啊，外表忠厚，内心奸诈呀。我大姐夫打电话都告诉我了，就是你定的。好小子，你还不承认，给我解决啊。赵哥，是这样吗？钱总啊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也不瞒你了。说，这事儿真不是我定的。那是谁？打呼噜这位定的。哎。下班了，下
了，你给我回来。啊，赵刚子，这缺德事是你干的呀？妹妹，你听我跟你说、啊。你说什么？你这次可是献爱心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们听听，还我献爱心了，拿着我的车位给别人，我献爱心还是你献爱心？你献爱心，妹夫，你放心啊，咱们物业已经决定了，对你这份爱心要在小区里敲锣打鼓的宣传。我不要，我觉得挺好，这对你来说是个好事，在咱们小区把你这个形象正一正。哎呦，还给我正一正，问问街坊邻居们，我歪吗？你是不是需要证据？哎，我是怎么歪的你不知道啊？啊，赵刚子他原来在物业就是个扫垃圾的，那是我钱顺风处心积虑的在小区里乱停车乱倒垃圾，给他制造了多少大义灭亲的机会啊，他才有了今天当上了物业副经理。我告诉你赵刚子，你能走到今天，你是踏着我的鲜血，踩着我的肩膀，薅着我的头发穿上去的。你今天又跟我来这一套，抢我的车位，你又想当经理了是不是啊你啊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明白事儿呢？我怎么不？我什么都明白。我咱们家有车位，你要车位干什么？有车位，我凭手气我抓的。人家需要车位，你不能太自私了。我合理合法，怎么着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怪你姐夫说你，你要干啥？你要车位干啥？啊，我有用。你有什么用啊？我都知道你干啥。我干啥？你又惦记着把这个车位租给谁，然后你挣点小钱。哎，你说这话，哎呀，哎呦，我钱顺风，哎，街坊邻居们，我钱顺风是那种人吗？是。你看看，这都什么邻居啊？这都是什么邻居？那小孩都那么喊，你看看，才五岁都知道你是什么人了。明天不给你糖吃，我告诉你。我告诉你，大姐夫，我这回抓这车位还真不是为了我自个儿。你为谁呀？为了咱们家人呐。咱们家有车位了。我问你，你和大姐将来就不买个车？我们不买车，我们有自行车挺好。小米粒儿就不买个车？小米粒儿好像也不打算买车。爸妈，爸妈不买车吗？爸妈那么大岁数买车干啥呀？再说了，他们也没那么多钱呢。我有钱，我给爸妈买辆车。你要给爸妈买辆车呀？我买辆电瓶车。你拉倒吧你！那停车的地方，你停个电瓶车，那也不够占地儿的呀。我摆一溜气管子，我占满了，怎么的不行啊？不是二哥，你这么说就有点不讲理了吧？哎呦，我不讲理，大伙儿听听啊，物业的两位领导在这儿呢，他们说的抓阄，我才来抓的阄，我抓了车位没我的，成了我不讲理了。哎，我可告诉你们啊，我重申一遍，这车位我的，我谁也不让。赵经理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赵经理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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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生，你好，哎呀，啊。赵经理，我没有想到咱们小区这个物业这么有爱心啊！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你们帮我解决了这个车位，哎呀，帮我解决了个大问题啊！我妈妈那身，这样，我代表我妈妈，我谢谢你。哎呦呦啊！这也是经理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啊！没事没事，那个来坐。那个，赵经理啊，哎，一定得告诉我这个爱心人士叫什么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，我一定要好好感谢感谢他。哎，等会儿啊。哎，你倒点水去，倒点水去，快点。哎，先生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您是宏达公司的张总吧？对，我姓张。哎呦，哎呦，张总啊！哎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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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我真是，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您呢。哦，张总啊，您住这个小区啊？啊不，我不在这个小区住，我妈妈在这儿住。哦，阿姨在这小区住啊？哎呦，哎呦，这可是大公司的大老板呢！哎呀，不敢！哎呦，这我真是没想到。您是？哦，我是顺丰公司的，我姓钱，钱总，钱顺丰。顺丰公司钱顺。对，就是我。啊，
哎呀，好多年了，我们公司就想跟您公司合作呀。我好像有点印象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那个报告我看了。对，但是我们考虑你们那个公司规模太小了，我们这个业务怕你们完不成。咱不说了啊，在这回头再说啊。一定要帮我找到这个人啊，这样还帮我问问他啊，问问他有什么困难没？他要有困难，我一定帮他解决，好不好？是这样啊。那个是这样啊。那个张总啊，我跟你说一下啊，现在这个情况可是有变化。什么变化？是这个爱心人士啊，他已经不准备把他的车位给你了。他怎么又不准备给我了呢？情况是这样的啊，他要给他岳母啊买一个电瓶车，然后放到停车的那个位置上。电瓶车停到汽车的位置上？对，那也停不满呢。他说了，买一圈气筒子把地儿都占满了。不是缺德吗？这个人缺德呀，这哪能这么干呀？对不对？这电瓶车你可以停在车棚里吗？好，行，那不是。他到底还愿不愿意把这个车位让给我呀？不愿意。愿意。钱是吗？你别说话，你俩别说话行不行？不是，张总，来，你坐。哎呀，听到你的家庭情况以后啊，我心里是万分的焦急呀。哎呀，当即我就决定把我的车位让给您。您就是那个十号，我就是。哎呦，不是，这也不是外人啊，这位赵副经理啊，是我大姐夫，家人。他什么意见？哎呦，当时他知道我这个爱心举动以后啊，他犹豫了，哎，他彷徨了。这不嘛，刚才还在做我的工作，跟我说你不要让。我不行，我是下定了决心呐。钱顺发，你们别说话。张总，行了，就这么定了，车位是您的，您回家拿手续，马上来办吧。哎呀，钱哪来了？老钱，我真没想到，你看我一进来，我没想到是你呀。是我，谢谢了，谢谢举手之劳。那行了，那我明天过来办手续。好的。这样吧，老钱，你明天到我办公室去一趟。哦，有什么事吗？咱们再谈一谈合作的事儿。就咱把咱没签的那个合同，咱把它进行下去。哎呦，张总，我可没有那个意思啊。我知道。没有。哎呀，我就是献爱心。我知道。没有这个意思。再说了，我的公司规模很小，你看。我知道你们那个公司规模很小。是。但是我们看重的是人品。这个人很正，一点都不歪。老钱啊，公司小怕什么？只要跟我合作，我马上让你的公司大起来。再见。你们是一家子是吧？我是他姐夫。哎呦，这一家人这做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你得好好向他学习啊，这个人很正啊。再见。这样的事迹得让小区里好好宣传。八嘎八嘎，街坊邻居们，看见了吧？做人就得像我这样做人，要做好事儿，要身子要正。好人有要脸。你站住！不是，田经理，你这我这献爱心的举动，你得给我好好宣传。你不是不用宣传吗？怎么不用宣传？大力宣传，万一小区里再有两个老总啊，被我的事迹感动了，那我的公司不就越做越大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宣传的事不归我管，归赵哥管啊。大姐夫，干啥呀？大姐夫，我这事迹你得给我宣传。宣传啥呀？宣传你不要脸的精神呢？这怎么说？我献爱心呢，我献啥爱心呢？你不宣传，你去不去？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我跟你说，咱家房子的首付大头可是我付的。你等着，我拿锣去。我还治不了他。我在前面走，你在后边喊口号啊。知道了，走。
啊？喊呢？向前正方学习，学习。向前正方致敬，致敬。